当大便怎么出？对，肩膀啊，宝贝，哦哦哦哦，不是要生了啦，不是羊水，要生了，他的没有，就 feel 到好像爷爷这样的那个 feel， 哇，他转了，他找地方住，有事，走，啊，走，啊，走，哎呦，sorry， 我开门了，我可以开始。可以，辛苦。没事，去产房可以生了。啊？哦，哎呦，可以，要放了，给他出来了，这有点突然不了。就这么突然，他就走，你就在床上，然后你还一天要生那边。那谁？你下次给我走路，不要给我走。我们现在在游街这样，然后遇到一些观众跟我们打招呼。看到他整个个凹凹，吓死我！你看我今无形间就挑了一个篮球的衣服迎接我的孩子，做我喜欢做的事。我不喜欢打篮球。我陪老板打壁球 ，It's OK， 我配合他。喂，他现在正在打这个针，然后我不能让你们看到，因为医院有顾虑。所以我现在一面旁白很紧张，现在医生啊，所以把长长的刀准备从那捅一刀下去，跟他踏开两半，这个就是无痛分娩，没有啦，就是一支很长的针打他的脊椎那边进去的，打了呢，然后这个无痛分娩不可以太早，也不可以太迟打，太迟打就不可以打。像你会建议女生打吗？打不了，不需要去理会，就是大家讲哦，不要打无痛分娩，因为你过后会腰酸背痛还是什么。其实真正你在怀孕的时候，因为你的 posture 已经让你腰酸背痛了，跟 epidural 没有最直接的关系。只有你过后作为调整你的站姿坐姿，你才可以减轻你的腰酸背痛，不需要去讲哦，我要经历生孩子的痛才叫妈妈哦。从你怀孕那一刻，你已经是妈妈，你已经是最伟大的。就经历这个痛，不是成就最伟大的妈妈的部分，是一辈子的工作，一辈子的沟通，一辈子的教育，还有提升自己。就你每一个部分都要去进步，不是讲我这个 moment 我尽力了，然后我孩子我随便天生天养。所以他其实是，所以这个 moment 你就 make it easier， 不要把它放这样大。因为人生有10000次考试，这是其中一次大考，又再一次可以用自己 Lafree 的这个产乳款。我们的产乳款呢，它是一个配一个 set， 是350/420的500。500的话呢，就是你生完过后你自然产啊，你可以粘在床上，你也可以粘在内裤啊，因为就是你排恶露的时候它可以吸附很快。然后420就是可能你的恶露流完了，就是可能第五天这样子啊。你就可以开始换成这个420，然后后面开始少了，你就可以换350。啊，看它多吸水啊，它基本上是可以秒杀很多市面上的款式啦。所以你看到吗？它防侧漏，你看到我这样倒过呢，它可以慢慢变白，我们不要离开那个视线啊。飘，它也是干的，里面是很多吸水因子的，看到吗？所以它为什么可以锁住精血？然后你这样按，也不会漏出来。OK， 想要买的朋友，链接在下面，买起来去瓦森。维修的新加坡都买得到。Lafree 正式进入新加坡 Watsons 了，只要你在新加坡任何一间 Watsons 购买 Lafree 产品，即可参与抽奖哟。好啦，谢谢要看妈妈。OK， 妈妈现在在这里。妈妈，这一台很不一样哎，就是有多一个小宝贝在看住 Indira。妈妈。这一台跟上一台有什么不同啊？上一台是流血啊。然后开一指，然后等五天。对，现在呢？现在是开两指，然后上来放了催生。上一次等待的过程比较漫长，这次突然间，隔天昨天我们吃火锅，吃完了见过家，第二箱可以生了嘞。可能因为第二胎哦，你什么都知道哦，所以你什么都怕。第一胎你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怕。可是刚才那个药进去是有 feel 的，给电刷掉，刷掉刷掉。第一胎就是打了，只是即使他切指。塞尿管、放药都没什么 feel， 这次是就你完全可以 feel 到手啊，它转啊，它开啊。所以医生有讲过，就是每一胎
epidural 在你身上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可是还是希望等下不要像痛了，我是怕。嗯，鸡蛋糕，哈哈。听说生儿子比较痛。因为可能骨架比较大。嗯，有医生也是有讲。现在刚刚他切手指已经开了四指，所以他现在也放催生药了，羊水还没有破。现在打另外一支止痛药，说如果原本的话呢，这个药效可以耐六个小时，可是我已经开支了，所以他觉得我的应该只能耐两个小时。有一个论证啊，是真的，就是女生啊，就全世界就是有一天世界末日的时候啦，女生的设计本来就是比较坚强，他们是负责生孩子跟负责疼痛，男孩子就比较废啦，就是去打猎啊，做那种工。所以女人天生就是伟大，所以为什么母爱啊这种啊，我跟你经历了你生孩子这些东西过后，其实我觉得过程我们也是要很多沟通，很多交流。我们在一起七年了嘛，这些过程。我觉得反而我最用心经营我们的感情是这段时间，对吧？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像我有去运动啊，去改变自己啊，我们有更多的沟通，我更注意自己的情绪控制，更注意我们他讲的话我去听。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有一句话真的是我深切的体会，爱哦不是不爱哦，是你没有主动去爱，就是那个过程是要很用心经营，他要我也要一辈子都要经营的东西啊，我觉得。这一台呢，最新推出的 V7 15000PA 三种模式给你去选。一步一言不合就吸进去了，吓到我！哇！鸡蛋！哇！吓到我！我哪一个角度都好，旁边全部都可以被吸得很干净。那后面这个蓝灯呢，就是电解水功能，可以99%杀菌，放回去底座它可以自动风干。Offer 价钱199元，还有0%年利息分期付款。Dr. Leong 这边教大家怎样看这个宫缩 contraction。刚刚原本是这边到这边才一次，越来越频率从这里开始变频率，看到吗？羊水破了，现在是8:30，医生9:30来。现在在喂印迪拉吃哈，没有胃口吃，不过我逼他吃啊，来，你就吃咯，一定要有能量嘛。怀孕要提醒所有人啊，这个你们要收藏或者转发起来，就是要记得这个尿袋要 check 有没有插好，这个很重要。你好嘛。你知道我给他两个机会，两个步骤。哦，两个步骤可以出来了哈。我觉得可以出来。有点期待了嘛？你放了10个月的 product 要出来了 ，V。他第二胎生其实他会不会比较容易出来的、啊、会，因为他有开过，就是有撑过、啊、那个原理上有经验的，他也会不顺、欸、大便大了把孩子跌出来是有可能的，越生越熟了，越多胎有可能，因为他妈妈就这样。你不要看了，客气客气，今天我还是拒绝你的邀请，你给我等等，我在上面努力支持他就好。是啊，跟上次一样也是抖，上次还也是抖。Coil, push, angkat kepala ke dada, and then push. Okay,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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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看肚子。You want some water? Oh, that's it. Now, you want some chocolate? Energy, energy. Okay, deep breathe in. Okay. 好，谢谢你。好，谢谢。加油，宝贝。加油，加油，加油，宝贝。很好。我看到医生，加油。Good. 再来。加油，宝贝，加油，加油，宝贝。Continue. 加油。Yes, good. 对，没事，加油，宝贝。I see you. 都出来了。OK.
谢谢。真要出来，来跟你讲 hello 啊。One, two, three. 加油。Good. 加油。加油。Good. 再来。Yes. Good. 肩膀啊。加油，宝贝。哦哦哦哦！哎呦喂！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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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喂！哈哈哈哈哈！Hello， 星星。哎呦 ，OK， 来，爸爸。OK， 好。嗯。要剪哪一个部分，凯瑟？这里吗？对。好。耶 ，Thank you， 邓。哦，好像是你的鼻子哎。是吗？哦，有一点。嘴唇还是我的。有一点鹰钩鼻耶。Hello， 俊俊，你要健健康康哦。每次出来的，刚出来都很丑啊。Hello， 俊俊，你帮他开大眼。OK。我第一次看有小鸡鸡的哥哥。真的哦，一个像一个喽。上次西西出来就蛮像我一下哦。嗯，这个就一看就是蛮像他哦。各位在看 video 的 uncle auntie， 你们的女儿小心啊！而且他头是三角形哎，你看，尖的，尖的。哎呦喂呦喂，哎呦，笑了 ！Congratulations！ 他跟你笑，你一放他就跟你笑哎。哇 ，Thank you so much，Thank you，Thank you。原来哦，双眼皮，双眼皮，我也是看到。哦 ，baby， 嗯 ，baby。OK。推出了我们自己的哺乳内衣，孕期也可以穿，哺乳期间也可以穿。然后呢，我们的面料呢是很柔软的，很透气，很舒服。然后呢，背扣我们也有加宽，哎，四排三扣，我们也有就是在加，就是附送的延长扣给你们。你在抱住 baby 的时候，你就可以单手拆，然后喂养母乳，然后扣回去。然后是无痕无钢圈，现在的早鸟价呢是98块，全部呢的颜色都有，然后你们都还是可以继续下单。嗯，要用经验来累积。出门都听到哎，你们应该感受自然的可怕，可怕吧？比你这样听。我刚刚问了，是他们来不及打针 ，emergency， 都到三点多还要做工，然后生到来四五点，真的很敬业。我们听到他的那个 baby 出来哦，耶、yeah ！恭喜恭喜啊！